拒绝噱头，拒绝暴力，江西二套携手浙江东阳专业的红木家具工厂，打破传统的销售模式，直接从东阳工厂带货到现场，砍去经销商、批发商等层层加价环节，从工厂直接到消费者，件件一到三折起，惠民直销，一件家具能省大几千，一套家具能省好几万，全房家具能省十多万。2023江西二套首届东阳红木工厂直销会，6月22号到7月3号，在蓝海购物广场一楼隆重举行。每天前50名进场的朋友，9.9元选购红木手帐，69元选购花梨木小方凳、缅甸花梨木沙发、餐桌、大床、电视柜等，全屋18件大套餐，工厂直销价99,800。掌柜所有家具现场验货，正品保证，7日内无理由退换货，3年免费上门维保。征服家人的胃，我用好厨艺；守护家人的肠胃，我用胃动力。君瑶胃动力，给你的肠胃做做操，畅销50亿瓶，值得信赖。君瑶胃动力。提拔力动告上海一百代，欢迎准点修耕省内唯一档方言生活护理栏目，有创港100%纯芝麻油，特邀播出个提拔动告。大家好，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，还是说啊，听相应动人心，更多精彩就是今夜个提拔动告。咱先来看一下今夜个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。过后风晒冷狂帅，整个夫妇冷冷爱，上家素材又搞懂，容易感染寄生虫。国家提醒，气温在不断升高，随着日光当中啊，紫外线呢是越来越多，防晒也应该好上正规买了。说起防晒，不少人以为那只是爱美女孩的事儿。其实日光中的紫外线不仅可以将皮肤晒伤晒黑，而且日积月累还会对皮肤带来很多慢性损伤。部分紫外线可以穿透云层和玻璃，所以即使在室内的窗边或阴天的室外，涂抹防晒霜仍然是必要的。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紫外线最强的时段，如果外出除了要使用防晒霜，物理防晒也不容忽视。比如帽子啊，这个防晒服啊，或者是最简单像那个套袖啊，都可以，因为它几乎能滤过所有的这个紫外线啊，包括 UVA 和 UVB。那化学防晒现在目前市售的这些防晒霜，它主要是针对这个 UVB 这块，但实际上 UVA 对这个皮肤的损伤比 UVB 更显著。另外，有些食物和药物可以吸收紫外线的能量，人一旦食用后再接触日光，皮肤就可能出现光敏反应。水果比如像芒果啊，这有些人吃完之后这个面部会出现红肿瘙痒的反应啊，还有一些野菜也会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药物主要包括两类，一个就是昆虫类和色氨素类。昆虫类主要是这个周氧氟沙星、莫西沙星，这些临床都常用啊，所以吃这样的药的时候最好是晚上吃。家栏目由长康100%纯芝麻油赞助播出。喜讯，特大喜讯，2023江西二套滋补品原产地直销会回馈广大滋补养生爱好者，以产地批发价买滋补品的机会来了。优级虫草特价每克99元起，80头足干文山三七产地价每克仅需2毛起，长白山西洋参每克5.9毛起。活动时间6月24号到7月3号，活动地址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一楼都市严选，原94医院正对面，景德镇新桥十字路口都市严选，华润万家对面。每天前50名进场的朋友，双重惊喜等您来！惊喜一：一斤装汪氏蜂蜜，工厂赞助惠民价仅需9.9元；惊喜二：10元，仅需10元，每支15克重的长白山鲜人参3大支，限时特卖价仅需10元。江西二套全程监督，确保您购买有保障，更放心。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思想万花筒，天下大不同，好家好文好广告都在提报当家。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呢，一些清爽的凉拌菜受到了大家的喜爱。可能好多人不晓得，上家的某些素材容易感染上寄生虫。
马蹄口感清脆可口，还有清热生津、化痰消积等作用，很多人都喜欢。在市场销售的马蹄分为削皮和不削皮的两种。不过您知道吗？这马蹄生长在水田中，很容易吸附寄生虫，生吃有感染姜片虫的风险。医生介绍，姜片虫主要生活在水里，如果这些水生植物果实表面有裂缝，姜片虫就会顺着裂缝进入马蹄的果肉中。因此我们生吃马蹄的时候，隐藏在果肉内的姜片虫就会随着果肉进入到人体中。除了马蹄外，生吃容易感染寄生虫的水生蔬菜还有莲藕、茭白、水芹、菱角等。生的青菜或水果啊，它表面会有寄生虫、幼虫或者虫卵，我们直接吃下去就会容易感染寄生虫。像姜片虫啊，在我们消化道最常见，会有肚子痛啊，像消瘦啊。除了一些水生蔬菜外，一些生腌海鲜也会存在感染寄生虫的风险。尽量不要生吃马蹄、莲藕，还有那些生菜啊、紫苏、薄荷啊，尽量煮熟煮透后才吃。现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服务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服务是服务该特立独行的存在，这就是服务该一股清流啊，不管是秀发还是口感啊，都区别于其他服务。哎，不过啊，想在南昌吃到正宗的潮汕牛肉火锅，哎，我有一家俺兄弟一个包装店推荐给大家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灵记潮汕牛肉火锅。要说吃潮汕牛肉火锅，必点必吃的那当然就是牛肉了。要想牛肉涮好吃，首先记好这首诗：牛骨清汤配三味，照梨涮涮来三回。微微饭粉肉嫩香，蜜汁调料来增香。蒜蓉沙茶海鲜酱，香葱香菜提肉香。是的，学会这首打油诗，潮汕火锅可以顿顿吃，还等啥呢？赶紧上桌吧。哇，这怎么得了？这怎么得了？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是看见了肉，我是走的。吃牛肉真好。对，吃牛肉对，不仅强身健体，还不长胖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两种锅底，一种是就是潮汕火锅必吃的原汤，然后这种是老坛酸菜。我觉得老坛酸菜可能会很开胃。开胃，其实我还真没吃过，就是潮汕火锅里面用这种味道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比较耐煮的食材先下下去。对，这是牛杂和这个牛肉丸。趁着牛肉在锅里咕嘟咕嘟煮的时间，我们先来品尝一盅汤。这汤不仅味美，还特别有营养。牛鞭汤，牛鞭是没有异味的哇。嗯，多好吃。没有吃到，但我吃到的是汤，一股这个就是像这个里面有药材，对，而且有菇类、香菇之类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尝尝这个牛鞭，真的就跟牛筋是一个味道，是吗？对啊，很好吃。这不就是牛筋吗？又像是牛筋，又像是这种牛骨髓夹在一起的这种非常丰富的口感。味蕾被这盅牛鞭汤彻底打开，那么接下来放开胃开始吃肉。这个是什么？吊笼。其实我觉得它这里特别贴心，就是每个盘子上都写了你应该涮几分钟、几秒钟。你看六秒就好了。哇呀，大家看一下，粉嫩粉嫩。我觉得这个色看上去就很有食欲。真好吃啊。吊笼是牛的背部里脊部位，也就是牛里脊，瘦而不柴，肥而不腻，鲜甜弹牙，是吃火锅必点的一种肉品。我们吃火锅，很多火锅都会吃到肥牛，这个肥牛看起来会不会跟他们不一样？上面写的时间是七秒，这个和刚才长得就不一样。你看旁边有一层像牛油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上面还是这个有油脂度比较高，所以它是肥牛嘛。哎呀，好好吃啊！这个锅底真的太开胃了，这个锅底有一点点小小的泡椒味，酸这种老坛酸菜味。你大家看里面还有，因为一直放的这个酸菜在里面的嘛。所以它整个味道就沁进去了，细嫩清香，色鲜，是肥牛的特点，油脂部分和肉的比例正正好，非常适合涮着吃。胸口油涮的时间是三分钟。三分钟，那我们就放下。三分钟我们就放下去好不好？反正我们也没关，不着急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吃尝尝雪花算了。可以，来尝尝雪花，传说中最嫩的部位，看起来好好实在哦。纹理清晰，真的这个部位比较嫩。潮汕牛肉就这点好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部位。
它的口感就是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。我们最开始倒在锅底里面的牛杂，我也觉得是绝了。大家发现没有，我跟陈老师一直是在吃这个老坛酸菜口，因为特别特别的开胃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汤汁真是绝了，满满这个牛肚浸满了这个酸菜的这个独特的酸菜的这种味道。除了各款牛肉，吃潮汕火锅还有一道必吃的菜品，那就是可以弹牙的牛肉丸。咬进牙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的弹性有多么足。我的妈呀，我就感觉它在我嘴里跳，里面还爆汁。给大家听一下声音就知道。嗯，好好吃啊，你每咬一口，它牛肉缝中间的这个汤汁都会挤爆在你的嘴里，而且这个牛肉丸一吃就知道是手打的，因为只有手打才会有这种，才会上筋，它才会有这样的弹性。如果是机子做出来的，它是做不到这种弹性，这么 Q 弹的。牛肉丸又 Q 弹又紧实，一口下去，汁水溅开，那味道真是好极了。别着急，这会儿刚放下锅的胸口油也熟了，我们来尝尝。大家千万不要怕油腻，其实根本就一点都不油腻。这胸口油一点都不腻，越嚼越有奶的香味。其实呢，我们来这里不仅这些可以吃，还有这个自己炸的这个腐皮也是很好吃。它这个腐皮其实是熟的，我们只要把它烫软就可以吃了。我觉得这个时间刚刚好。对呀、啊。而且它有那种油炸豆腐的那种油炸腐皮的味道，香味。对，就是它油脂非常丰富，但是里面又充满了豆香，好吃是真的好吃。所以我们也极力的想把这家店推荐给大家。那么我们这家店的名字叫林记潮汕牛肉火锅。是的，地址也非常好找。好找，在广场南路的恒茂国际华城。是的，同时它还有另外两家店，一家店呢是在朝阳州中路，还有一家呢是在红谷滩第一街区的江报路。想吃正宗潮汕牛肉火锅的人，记得来林记。对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台球加牛，台球加球，享受牛肉的鲜，生活的美，要用食材下意，迎接各在来点里。喜讯，特大喜讯，2023江西二套滋补品原产地直销会回馈广大滋补养生爱好者，以产地批发价买滋补品的机会来了。优级虫草特价每克99元起，八十头足干文山三七产地价每克仅需2毛起，长白山西洋参每克5.9毛起。活动时间6月24号到7月3号，活动地址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一楼都市严选，原94医院正对面，景德镇新桥十字路口都市严选，华润万家对面。每天前50名进场的朋友，双重惊喜等您来！惊喜一：一斤装汪氏蜂蜜，工厂赞助惠民价仅需9.9元；惊喜二：10元仅需10元，每支15克重的长白山鲜人参3大支，限时特卖价仅需10元。江西二套全程监督，确保您购买有保障，更放心。是的，做菜要用好油，我选它。它是谁？长康绿泰双滴压榨菜籽油。是的，绿泰双滴更放心，更放心。绿泰双滴压榨菜籽油。接下来我们又来关心一下口腔问题，听下口腔专家对于我们口腔的恢复有哪样的好的建议。不化锅老掉牙是真的老掉的吗？其实不是这样，我们可以看到有70-80岁的老人满口的都是健康的好牙，对自己的口腔卫生重视，那么他就不会
到老年的时候，牙齿会掉掉，会缺失。造成我们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是牙周炎、牙周病。牙周病早期的话，它是没有任何症状，最早期只是表现在我们刷牙的时候有点出血。那么我们的现代人由于生活节奏的比较快，那么大家都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牙龈出血的小毛病。除非是满口的出血或大量的出血，他才会就医。但是牙周病的话，它只不过是在刷牙的时候出血，或者是你在啃苹果的时候在苹果上留下血的印记。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的牙周病是处于一个发展期。那么等到牙周病发展到了中后期的时候，那么牙齿就开始松动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找医生，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后面的要做牙周的基础治疗。如果通过医生的牙周的基础治疗以后，牙齿仍然的话不能行使咀嚼吃饭的这样的功能，那么我们的牙齿就要面临着脱落下岗的这样一个境界。到了这一步以后的话，是无法挽救的。那么这个时间它涉及到多久？可能涉及到10年、20年甚至30年。因此当我们中年人出现了牙周病的问题，往往是他到老年的时候才出现牙齿的缺失、牙齿的脱落。如果我们想不老掉牙，那么我们就在我们青壮年的时候做到每年做一次口腔的保健，我想可以让你的牙齿到80岁的话仍然可以行使健康的功能，让你吃麻麻香，身体健康。泰康拜博关注口腔种植31年，让普通的种牙变得更舒适，让复杂的种牙变得更轻松。微创手术缩短手术时间，让种植牙更便捷。快乐看牙，孩子的口腔健康，拜博与您共同守护。牙齿矫正，让每颗牙齿找到它更美的位置。牙齿要用好，还是选拜博。江西二套联合拜博口腔推出大型公益种牙活动，只要你有牙缺失、牙松动，就可领取3000元种牙补贴。马上拨打0791-8770-3668。牙齿要种好，还是选拜博。如果能够口腔有问题，大家都可以选择去到拜博口腔医院，轻松解决那个烦恼。好，接下来是由君悦胃动力灿牛降低冠名播出的美食小街。君悦胃动力灿牛降低为您心动亲情冠名，让我们的国家亲爱的小街小分队又给我们找到了龙阳宫金牌干饭菜。君悦胃动力餐后亲体美食探店，今天来到的是赣州的于都。于都，宁都，宁都吃扇贝鸡的是吧？对。那于都吃啥呀？于都我听说是这个米粉肉很有名哦。米粉肉？那哪儿的米粉肉好吃呢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要不我们去找找看。找找。魏之林，魏之林，魏之林。都说这个魏之林好吃，这个魏之林到底在哪里呢？这还不简单，手机导航现代智能。对对对对对。走，我们跟着这个导航走。哎，好近。走走走，往前走。哎，到了到了，魏之林三个字都没错。对的，对对。哎，好香啊。嗯，好像是，进去看一下。哎，难怪说哪里好香。哎呀，这直接在现炒，这炒什么啊，师傅？这是炒我们的米粉肉的香料，就是通过我们已经炒制好了，我们就用我们本地的雷锅，这样。雷锅茄子我吃过，但是没有雷锅过大米。我们把这个香料和我们的那个一起磨成粉啊？对，一起磨成粉，然后我们就这样磨，你可以体验。啊，他可以体验。你来试一下，你来试一下。就是这样子啊？对对对，慢慢的磨成粉。哇，这好费
食啊，这道菜。对，就是慢工出细活嘛，这个好多食材要用时间。对，我觉得陈老师，我决定了，我决定这馍很费时间，我们要不干脆吃成品，你看怎么样？吃成品啊？其实米粉肉的制作很简单，选用上好的五花肉，裹满米粉，放进垫上荷叶的笼屉里，然后放进蒸箱蒸足40分钟，一份香喷喷的米粉肉就做好了。刚才那么费力气的那个粉蒸肉就在面前，米粉肉，我觉得我们要先吃这道菜。这道菜可以说是于都的代表菜，之所以好吃就在于米粉的制作。这里家家户户都会做米粉肉，但是味道各有不同，关键就在这儿。哇，这粉太细腻了，是不是？好香。它是放了五香，对，它放了很多香料，所以这个米粉吃起来就是很细腻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对对对。接下来我们吃这个，你猜这是什么？这看起来很眼熟。哎，笋呗。我就知道你说这个，不是。哎，陈老师，这是一种树。哎啊，你不觉得这个跟笋有点区别吗？这个叫区别大了，区别大了。棕包心。棕包心其实就是棕树的树心，这个在别的地方很少见，但是在这儿可是赣州人的宝。它味道微苦，但是营养相当丰富，它富含钙质、维生素、氨基酸、蛋白质等，有清热消炎、消食解毒、降低血压的功效。所以这道菜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，就像我们的餐后清体，它可不是一款普通的饮料哦，它也很有营养，对不对？它添加了专利菌株植物乳杆菌接二六，零脂肪，零添加色素，零添加防腐剂，而且还经过了72小时的专业慢发酵技术。是的，每一瓶都含有600克的益生元，所以里面又含有益生菌，又含有益生元，给我们的肠道洗洗澡，在这个夏天喝是非常好的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可真好喝呀！开了胃之后，我要继续吃了。这道菜也是开胃菜。这是什么？立春牛肉。立春是这边的一个地名。哇，怎么这么嫩呢？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配菜也很到位，用的是除了芹菜，这个叫什么菜？窝麻叶。对，是的，这两种菜一起炒。哇，这道菜好好吃。张老师，来，我给你勺一碗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珍珠奶茶。珍珠。真的跟珍珠一样的？对，这个就叫珍珠粉。尝一尝。珍珠粉可是赣州市的非遗美食，把米变成一颗颗珍珠是门技术活，可以说是费时费力。而且珍珠粉在吃法上还有一个讲究，无荤不吃，一定要和肉汤一起煮，味道才鲜美。我觉得这道菜吃起来很童趣。你不敢，我嚼着它那个滑的感觉就呜，还要直接溜进肚子里。它其实和吃西米的感觉有点像，很像，对吧？然后这道菜很清淡，但是又可以当主食。又到了评选青苔干饭菜的时间，两位请选择吧。接下来到了什么环节？当然是要搬出我们今天的金牌干饭菜是什么了。那当然，我觉得是，就是它，没有争议啊，没有争议。那我们就不多说了，开始干饭。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：头晕、头痛、胸闷、心慌，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，请及时清血。血液清，血管通，心脑才好。经常头晕、头痛，要清血；经常胸闷气短，要清血。用清血八味片，血液粘稠，堵塞血管，导致心脑缺血，引发头晕头痛、胸闷气短，容易堵了心和脑。清血八味片，270余年清血古方，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、引发头晕头痛、胸闷气短的药物，荣获国家专利。清血八味片助您血液清、血管通、心脑好。头晕头痛要清血，胸闷气短要清血。清血八味片，认准猛奇牌。
痛痛痛贴贴贴，江中本草远红外骨痛贴及远红外疗法、热敷疗法为一体，24小时持续治疗，直接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，以热驱寒，赶走湿气，驱逐寒气，对颈椎痛好，对腰腿痛好，对关节痛好，颈肩腰腿痛请用江中本草远红外骨痛贴，江中大品牌，值得信赖。拒绝噱头，拒绝暴力，江西二套携手浙江东阳专业的红木家具工厂，打破传统的销售模式，直接从东阳工厂带货到现场，砍去经销商、批发商等层层加价环节，从工厂直接到消费者，件件1到3折起，惠民直销，一件家具能省大几千，一套家具能省好几万，全房家具能省10多万。2023江西二套首届东阳红木工厂直销会，6月22号到7月3号，在蓝海购物广场1楼隆重举行。每天前50名进场的朋友，9.9元选购红木手帐，69元选购花梨木小方凳、缅甸花梨木沙发、餐桌、大床、电视柜等，全屋18件大套餐，工厂直销价99,800。展柜所有家具现场验货，正品保证，7日内无理由退换货，3年免费上门维保。喜讯，特大喜讯！2023江西二套滋补品原产地直销会回馈广大滋补养生爱好者，以产地批发价买滋补品的机会来了。优级虫草特价每克99元起，80头足干文山三七产地价每克仅需2毛起，长白山西洋参每克5.9毛起。活动时间6月24号到7月3号，活动地址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1楼都市严选，原94医院正对面，景德镇新桥十字路口都市严选，华润万家对面。每天前50名进场的朋友，双重惊喜等您来！惊喜一：一斤装汪氏蜂蜜，工厂赞助惠民价仅需9.9元；惊喜二：10元仅需10元，每只15克重的长白山鲜人参3大支，限时特卖价仅需10元。江西二套全程监督，确保您购买有保障，更放心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再好的本事也要靠个好身体。腰疼腿疼腰膝酸痛，痛啊！舒筋健腰丸，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。舒筋健腰丸配方专，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，药材好，黑老虎、牛达利13味药材，舒筋健腰丸，强筋骨、驱疼痛，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，舒筋健腰丸。对的，广州白云山陈李济，国粹中药，匠心传承。400多年了。泰康拜博关注口腔种植31年，让普通的种牙变得更舒适，让复杂的种牙变得更轻松。微创手术缩短手术时间，让种植牙更便捷。快乐看牙，孩子的口腔健康，拜博与您共同守护。牙齿矫正，让每一颗牙齿找它更美的位置。牙齿要种好，还是选拜博。江西二套联合拜博口腔推出大型公益种牙活动，只要你有牙缺失、牙松动，就可领取3000元种牙补贴。马上拨打0791-8770-3668。牙齿要种好，还是选拜博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要给大家把财经的国内新闻，你看我们原本准点服务前有状况100%纯子嘛，有特邀播出个提报动感。我下次让你老师干强各位锁定广西有道开心快乐看地方，让你看我们原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铁板墨鱼仔需要的原材料有杏鲍菇片、姜末、蒜末、小米椒、墨鱼仔。买来的墨鱼仔除了要清洗干净，还得用剪刀剪上2刀，剪开足部，去除软骨和嘴。做锅烧水，下入啤酒去腥，随后墨鱼仔下。